大家好，我是董学业 Chrissie， 我来自中国江苏，现居住在多伦多，目前是全家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的一名环保大使。我的绿色梦想是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潜意识里注入低碳环保绿色生活的概念，并且认真执行，让低碳环保绿色的生活不再只是一句口号，而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生活。让我们大家一起从现在开始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为了我们的绿色家园一起行动起来吧。谢谢。